那叫菜篮会，啊，吃菜头粿。今嘛是跟咱八十三啊，八十四啊啦，袂记得啊，想买，啊，就从细汉做田到今嘛，那真喜欢看人割稻啊。闲闲无通啊，就去田里，甲行行顺顺的安尼，那嘛出去唔知路好转来。今嘛是头脑愈歹啊，知识愈歹啊，啊，就干那会晓食饭啦。人啊，好食饭就来食饭，老就老人住在前啊。我等来啦。阿妈不跟你等啊？嗯，无啦，我去拍球啊。阿妈都无去啊？阿妈倒出来。有人去吹无？有啊，恁爸跟恁姊也去吹啊。哦。妈就是老人失智症吼，爱爬爬走啊，爱较注意个。啊。啊，那再当好起来。就是厝的人爱加陪伊开讲散步安尼吼。希望阿妈的病较顶好起来。你阿妈回来啦？阿妈回来。哦，阿妈去找谁？爸，你家己都找着的。啊，就去古厝遐哩啊，去看人去挂电话。恁阿妈哦，我那算少年干大哦，我那做工啊做几啊十，几啊十担啊。甲今嘛吼，伊嘛真乖，从较早安尼，伊那时代啊一路来，辛辛苦苦行过来安尼。这是我的孙啊，他叫什么名？我嘛袂记得啊。逐工拢照顾我啦，一定会去帮我擦衫，那都会帮我。一方啦，我孙啊，后摆要做医生，要来医好我病。等到伊做医生，我唔得走对味啊，味个无人看呀。我即个医生，逐工拢会甲考试啊。阿妈，这是啥医生无？哎呀，阮是种稻啊，唔是种西瓜。西瓜，无啦，这哪球啦？阿妈，我搁问你，这只，这是啥？你知无？这只，这只。你会追到无？对啊。哎，我教你认定。哦好。阿妈，无啦，唔是啦，这是。今嘛上有名的黄色小鸭咧，小鸭，小鸭。阿妈来食饭啦。好。哦。我这高河米啊，好食。哦，阿妈高河米是啥物？啊，高河米讲较好食。哦，安尼哦，你也知哦。对啊。你爸爸种啊高河米去食一条。啊，就拢食得较惯势啊。哦，安尼，我搁甲你考一遍。你也看到替班哦。哦，今天还没来试过嘛，来哥。我要给你考啊哦。哦，好啦，尽量考，要考啥？这啥？蚂蚱。蚂蚱对。啊，这嘞？米香。米香，这个嘞？米糕。米糕，这应该简单的啦哦。米粉啦。这是啥？碗粿。对。这是上爱食的。菜头粿。哦，阿妈你真厉害呢。哦，阿妈，甲米有关的拢记条条呢。哎呀，阮从细汉食米食这了。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哪会这么爱食菜头粿？讲到较早，咱菜头粿就老细。啊，你有吃无？有。嘿，啊，你安尼上乖。好，我去煮饭给你吃。好。爸，吃饭啦。啊，你有吃无？我有吃。
呀。我啊，你拢食泡面啊？嗯，对啊。我，我还要等你。阿妈食条，阿妈食条，阿妈食条呀。我叫阿辉啊，爱食菜头粿。我叫做罗林成，我爱食鱼仔汤。我叫王桂林，爱食米糕。我叫罗威凯，爱食粿仔条。我叫罗延新，爱吃白米饭。妈，粿仔条真好吃。米糕超吃呢。妈，米糕超吃。米糕超吃。好像个四岁，四岁两个大汉。鱼仔汤啊。好啦好啦。只要若是咱家己米做的，拢好吃啦。希望大家都跟我同款，有一个美满的人生啦。